看出新的尝试，不管是这个杨旭还是韩鹏，甚至郜林在有推中路的啊，骗过守门员将点球罚进，1-0，中国队啊。就在中前场敢于控球，快速的配合，包括刚才这边，对中国队的胸口的掉进去，头球，头球漂亮，漂亮。和再看传中点啊，三个人。哦，这个点给的真好，好像看到就是不调还真是不行。嗯，哎，球进了！比赛进行到81分钟的时候，巴拉圭的队员呢，看两个人啊，在准备了对二点球，也就是两二点球，你看明显两个人没有跟上。